陈光，你刚才有点过了，夏老师都快招架不住了。我就是想让大家放松一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不让我在课上搞笑，就跟下课了不让我去上厕所一样，根本憋不住啊。这次公开课，无论是对夏老师还是对我们班来说都很重要。你是想把夏老师气走了，换一个像薛老师一样的班主任吗？当然不想。姚从良最近忽隐忽现的，都凑不齐人打球了。确实有点不对劲儿。最近老师发现他发呆发着，就突然笑了，还有点脸红。而且，他最近很注意自己的形象，以前他的中分线都是斜的，现在打理的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笔直。还有，他最近打电话发短信都背着我们。以前他手机随便我玩，我想看什么看什么，现在他通话记录随时清空，短信上锁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些症状说明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哎，不会不会，谁看得上他呀？真的想不到什么样的人跟他搭配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想多了，想多了。谁呀、啊？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是你啊，哥们儿。叫车费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事儿？叫救护车吗？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就碰了一下。没事就好，实在对不起。啊、哦，不用客气。上次扣你分那事儿为难你了。嗨，没关系，公事公办嘛。碰见之前你还帮过我呢，上次也是有些误会，误会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他砸了你，不是你砸了他。都是自己人，大方点。什么时候成自己人了？哎，咱们一起组个队玩会儿啊，好不好？一起玩会儿嘛，要不然只能干看着。听说你过段时间要去集训，哎，对，就过段时间。集训好，我也想集训。集训好，集训好。你俩什么位置？小前，你呢？空位。哎，空位好。你们刚好可以打的。哎，你经常来这儿打是吧？对，天天来，老打了。哦，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打。行啊。车车，给车！传球呀、啊，哥们儿，快快快，我这空了，传球！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传球啊！你怎么不传向小飞啊？我以为能进。进不去，进不去，进不去！哟！哥们，哥们，传球！哥们，给赵成飞，赵成飞，传球，传球，传球啊，传球啊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传呀！哎，你怎么又给我传过来了？耶！哥们儿，这是传球啊！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传球！空了，传球啊！传球啊！传球，传球啊！我死也不会传给你的。哎，怎么了，陈光？这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苏州，你这哥们平时不怎么打球吧？还是多练练啊！我先走了，你们玩。拜拜。陈默，你怎么一直故意针对赵小飞啊？他那种人，我不屑与他为伍。
你忘了我跟你说了他那些破事儿了吗？你可能搞错了，赵乔飞其实是赵小雨他堂哥。我管他什么哥，他就是个勾三搭四的流氓。什么？赵小雨堂哥？对。不会吧，他俩长得也不像啊。是堂哥又不是亲哥。这是要跟我保密啊，赵小雨不想让别人知道赵小飞是他堂哥，一定要保密啊。知道了，我会保密的。